星星它又会发光的。哇，好甜啊！哪里甜啊？这你都 get 不到？不是吧，这都 get 不到？你肯定没有喜欢的人。哎，也是，你除了学习，对其他的东西都不感兴趣。不是啊。你就不要狡辩了，我对你了如指掌。我们小溪太可怜了吧。你呀、啊、就是恋爱过敏体质。你怎么会知道呢？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？你对我一无所知。